哎，傅佩，我是桂叶。你能帮我找一下傅佩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麻烦你帮我告诉他，我现在在学校老校区附近的罗河路公交站。我包被抢了，也没钱坐车，手机也快没电了，麻烦你让他来找我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麻烦快。 阿克，啊，知不知道付费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在食堂等你啊。不去了。 怎么是你啊？我也不是很想来。付费呢？没找到。快上车吧，我让师傅等着了。这是打包车。 师傅，麻烦去最近的医院。好的。不用了吧？我建议你先处理一下伤口，看看严不严重再说吧。等等，我来吧。 真不用去医院，我建议是去。我回宿舍差点药就好了。大面积的表皮磨损会造成细菌入侵，细菌入侵就会造成感染。感染最严重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截肢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！师傅，开快点！好嘞。这次多亏了你啊。 回去哥，请你吃饭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，你先回去吧。默默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去西药房拿药。拿什么药？药单在归义那儿。哦，单子，谢谢。 来吧，阿姨，您知道这个药房怎么走吗？出去前面右拐。前面右拐啊？啊，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就那边。为什么我们的频率永远对不上？也许有的期待就不该有。 没哭。
擦汗。